关系觉得很爽，没有基本上应该会碰到真的那样的人。对啊，中心一直就在这啊。你看那里有一张，很棒哦。谢谢。背了，背着比较不累。我老背着不累，想穿这个裙子。这位女士，你也是来参加反核，自己一个人来？呀，一大堆。哦，是他们的反核要你一起来散步，还是你自己想要跟他们一起来？对呀、啊，我自己要来的。你自己要来的？对呀、啊，为了台湾人的幸福，为了全球，真是核电是污染的。每个人都要站出来，所以你们全家都来了，哈，一家三代同堂都来了。嗯。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讯息？电视新闻上面就有。那你们以前有参加过反核吗？没有。所以这次是电视的宣传才知道。对。没有在脸书上或网络上看到。没有，我没有用脸书。没有用脸书。对。OK。大家都要一起，为了每个人的幸福，下一代加油。好，谢谢。因为这些东西通常比较。他们的爱情故事。活动的，啊？你怎么知道？电视上的。啊，是电视上的。这个钱蛮多了。台湾哪里有妹子？之前有没有参加过反核的活动？之前有没有参加过反核的活动？没有。没有，是因为不知道资讯还是不知道、嗯、可以在网站上打反核，或者说那个或公民行动联盟，还有环保团体，台湾环保联盟，他们都有这相关的讯息。好，谢谢。原本我有约的，后来放弃。